我看到了，一定要荡一下才可以过去啊。怎么荡一下？直接啊，顺势啊。你看到你的人物往前甩了一下，你就荡啊。哦，我是在后面的时候放开的。什么？后面的时候放开？就荡到最远的地方放开啊。等他吧。我等他。哎，好，荡过来，放开。你干嘛荡两下？荡两下不够力啦。哦。你要在他你荡过来的瞬间，然后再拉另外一个气冲。或是你可以前后前后按啊，对啊，你可以慢慢一个一个来，没关系啊。气筒快被我们拉坏，气筒快断掉，快死掉了。我看到了，你是不是键盘该换了啦？还是你换电脑好了啦？这是新的，怎么又烂？该换的是网路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来来来，你看。你这边就前后按久一点，有没有看到头上还有一个气筒？你有看到吼？有。好，你荡到最远的时候按空白加 C。我看他下去了。干，你给我中间按住算了啦！你中间给我按一下，你不要按 C 好了。哎，对，可以按中间嘞。哦。这样只会人家说我对你没有耐心。就一次喝成，会不会一次喝成是什么成语？一过去直接荡，过去直接荡，嘿，然后回头，拿吧，啊，他自己放开了，有哎、欸，哎呦，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可以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什么啦、欸？对啊，这边啊，这边没什么、啊，我以为我掉下去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在这边你不要太白痴，直接按 shift 往前跑就掉下去了、哦，这边要先走这边，看左边，这边有东西，左边。有没有 shift？ 你爬到顶的时候按空白键，然后它会跳到另外一边。不用空白吧？要吧？我用啊。你们怎么上去的？啊，你 shift， 然后 shift 就跟你用跑的，然后 shift 就好。然后跳，然后按另外这个地方我不好说哎、欸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跳过去跳过去，然后最后再、那個、没有没有，来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不要听他讲。你先 shift， 面对那片墙，先 shift 往上爬。好，过来之后你按左，干你你啊嘞！我不是跟你讲，听我讲完吗？逗号。你这个动作是下一个的，这边先 shift， 往前走。shift W 按着，跳过来之后等我一下，你先跳过来。先不要急着。好，这样之后你按 A。来不及了，他会跳下去。好，那你就 shift W 跳过来之后，你按 A， 往左边，往你右边的冰块走。嘿，然后按 A， 按 A， 按哪？啊？我是这样啊。你怎样？你怎样？你怎样？我滑下去了，我太久没跳了，好久。这样啊，然后按 A 啊 ，A 就爬在这个冰块上面啊。欸、你要面对他哦，嘿，然后你面对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再按右键，按右键，对，这样就好了。下去，再给我练一次，干嘛啦？不然你下次自己练自己跑的时候没人教你耶。好，你都不要练，都不要练，都不要练。我有，我有。那你刚刚坑什么？右键去哪里？右键。不要再拉了。干，给我再下去一次！不要教他那么难的啦，慢慢教他就好了。你们聊天最最那边，好了哈，会了哈，嘿、hey, ，再下去。要给他练到会，然后再教他从最下面开始重来一次，有没有？你去哪里？你看是不是？翅膀长硬了，就以为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我忘记按 shift。A 啦、欸、！A 啊！你一定有按到 shift 啊！你要跳去哪里？第一次按 shift 就好，再按 A， 然后上来按右键，先上来再按右键，好，右键。
只是太旁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都会往这边跳啊？没有，你的问题。哦，好。你要。你看啊，你到底是去哪里啦？我跟你讲，跳这个也是有抓一个大水母，你要赶快跳，你不跳的话，它越跑越远。对、啊，所以这个跟你比速度，对。那个大水母很好看，很漂亮。一只很大只的水母，你等一下，我明明就面对这面墙，不是吗？但是你刚刚的操作明明就是有按到空白键或什么，你到底在干嘛啦？你让大家会觉得我们在霸凌你，你知道吗？干、欸！来来来，你把你的操作都边走边念一次来。我的操作，嗯，你说。W shift， 然后 A 看墙壁，哎，好，右键，右键，啊，你是爬冰块的时候没有按到 W？ 对啊，哦，你不是说 A？ 按 A 啊，我说可是上冰块要按 W 啊，哦，哦，好，好，这边开始就是用那个 shift 按到底就好了，对 ，shift， 然后加空白键，好，这边空白，空白，空白，空白。对，这边比较简单，下去。然后这边有个气球哦，这样下去，从最下面开始。我看到了，他直接跳到最下面。好，开始。对啊，他叫我最下面。对啊，那、啊、你刚刚 A 什么？哎、欸，爬多久？好，开始。嗯，然后。空白。可以了，然后好，从这边跳下去，最下面开始，没有了。这边啊，这边小心哦、喔，头上有气虫。哪里？头上，干就跟你讲头上，头上，放你脸上哦、喔。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好，这边这边就是要等了。对，刚刚吐完。砰！哇！你为什么上去？赶快，赶快，烟没了啊！这就要等烟，这烟是很几率性的。要等他哦，来了来了、啊，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哎、欸。哦，好，我才知道哎、欸。哎，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？我的热饮没了，喝一下。好，帮你喝。好，你自己喝。喝了。咕噜。有了有哎、欸，还没，每个人看到不一样，麼麼每个人看不一样。好，这边、我上来了，这边就这样爬。再来，头上又有气虫，没错，又是气虫啊！你要的那个。东款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边挖，要在这边挖才挖得到。前面，前面，你的东款花增值中的话会在前面这里，这边。我三个都挖得到了。你现在是增值中吗？不是吧？对啊，我说要东款花增值中才会出现在这里。嗯、有吗？秀有没有听懂啊？有。这边有图案、欸。可是这边，这边有气虫啊。可以下去欸、嗯、去哪里？没有，要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你这个当失败就是下去了、喔。你是想下去会到哪里？从头开始啊！哦哦哦哦！你玩过爬塔吗？就是这样子，一路摔到最下面。来，當上來我想看你摔。好跳！我靠！你太早了啦！好，下去陪你，下去陪你。乱骂脏话！来来来，这里。哪边啊？靠边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左边吧。哎、欸？右边。这是哪里？是左边吧。啊，这个是快要那个了。这边啊。跳下来直接迷路了。我看呵呵左边看到一个气虫啊。哦，又是气虫。他们说勾这边不用，什么意思？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其实你真的怕的话，你就扣到那个平台上面。哦，你下来了。啊？哈？没事。气虫比较简单。没有，还是爬气虫啊。我说气虫比刚刚这个还要简
这不难啊。哎、欸，啊，怎样？对耶，对耶，你是忘记了？我爬上来的。啊，然后嘞，你就说这不这很简单啊。哇、哦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歪了。我记得这边有个好像用浮滑空衣装可以直接上来的地点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好像加十几秒吧，就可以登到这边来了。这么棒！就跟你讲说，你身体往前摆到最前面就放开。你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？最前面呢、啊？到底是有什么障碍呀、啊？你要按到，你是不是到底啊？其实是先天性有点残缺之类的。你没有跟我，哎、欸，怎么才一个？应该可以挖两次哦。对，我有啊。我没有。你是说你有哦？我没有。那、啊、你到底有没有啊？那、啊、你到底说什么有或没有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你是说你不是特殊宝宝、啊？我没有，我很正常。那你怎么会不像正常人的操作？快，再等。我上来了。啊啊！等你啊，等你啊。哦，好。所以到底是不是特殊宝宝、啊？不是。哎呦，坏了。我在这等气槽，哎、欸，没了，在啊！我跟你讲，如果我在你电脑旁边，我一定扒你头，扒到你都变笨了，跟你讲啊，不对，你本来就是，搞不好扒到你，扒、欸、到你后面都已经长出人脸了，形状都打出来了，不会，哎，我在看，我在看，然后再骗你们、这样子。到底，我好像知道原因了啦！啊、你站太近了啦！你站太近没有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反作用力之类的那个什么鬼东西的，你在那边站那么近，站太近了。对啊，荡秋千的原理你会吗？哦、你站越远，荡越远，懂吗？我比较好奇他还在四级才能看到这个东西。我就觉得他是特殊宝宝，他不承认啊。我不是。投射五发射。不是你那种立定跳远一定会比，懂吗？你跑步跳远跟比立定跳远哪个比较远？这边是跳。哈。你用跑的跳远跟立定跳远哪个会跑不跳比较远？当然是跑步啊！啊对啊，你刚就是立定跳远呢、欸。哦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啊，特殊宝宝骂脏话了。哎、欸，冬款花又都长好了啦，小姐。我想想说，刚刚如果先挖我的古龙一对，是不是也好了？古龙好像只能挖一次欸，欸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那我们去上面挖矿啊，上面还有矿可以挖。也是，不知道他要死几次。才不会嘞！哎呦呦呦，干掉下去了。刚说完欸，不是，是没有那个烟了。哦。不要希望啊，傻眼。还是你喜欢这个？哎、欸，好可爱！我是喜欢这个哭，是下去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在等气，他很久。有有有，我看你上来了，所以我要用跑的。对，你站远一点，好，高爪准备好。对，荡过来放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来来来，这边这边。
这么个小彩蛋。这个是钢龙的蜕皮之后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钢龙蜕皮啊！它从里面蜕皮、啊。钢龙会脱皮、欸。好酷哦！嗯，如果我记得钢龙蜕皮会变那一只啥，我都忘记了。它好可爱啊 ！What？ 啊？就是觉得他这样子。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里啦。你是不是想跳下去啊？这边还有，这边，这边可以挖矿，也是你要抓水母的地方啦。这边是抓一个稀有环境生物的地方。嗯，来这边。照你刚刚跳，应该是从晚上跳到白天了，因为它晚上才会出现。这边有。那我白天就来爬、啊。耶、yeah, ，有道理哦。然后你爬到发现说根本没有神，那随机神的也是运气的、啊。晚上，然后暴风雪不行。嗯，我有暴风雪，有古龙都不行。对，不过这边的古龙就只有冰咒龙，所以有冰咒龙。你去发现冰咒龙，找我一个精华、啊，就是说什么开视讯之类的那个利弗雷格什么的。最重要是这个水母、哦，我就抓那个水母啊。我说好啦，这个如果出的话，我开视讯啦，就说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就望远镜一打开，水母出现啦！做的不能乱立之类。就算是这个水母，你那个啊，就算你看到它，你上去了，它有时候会很在很边缘的地方，对，它会乱飘。可是现在不是晚上吗？可是现在有古龙啊，古龙啊，你们看到冰咒龙？这边有冰咒龙呢，哪里？你打开 M 也看得到，好不好？哪里？你的你左下图是没有吗？你的左下的地图那边有没有冰咒龙？哎、欸，对哦，他现在还没打到冰咒龙。哦，是呢。对哦，他现在应该看不到了。好啦，还是要带他去看一下。来啊，来这里，冰咒龙在这里。啊，这边跳不下去。对啊，从哎、欸，这里。哎呀，我一样啊，贴着右边跳啊。有，我看到了。是你吗？对，跳下去。哦好屌啊，都不会死。跟你说，猎人小子很强健的。来这边，猎人起码轻盈一百好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感觉我看过他？你有看过他，只是你不知道他是谁。而且你在剧情已经看过他。对，你还没击退他吧？我记得。对，他刚打完最容易的，接下来就要去击退，去那个龙结晶击退。我捡过他的足迹。对啊，只是你到现在看他还是问号问号不是吗？对，对啊，他那连凶爪看到的也是问号。荧幕前的你知道，但荧幕里面的你不知道。哦，荧幕之内的你应该说挖洞吧。好了，应该出去打他的击退战了吧？对吧？好，脱离，你要去龙结晶跟他，然后滑下去就找到他了。照一下。我的精华，你只要看前面就好，因为前面是抓水母，你要全部看完也是可以。但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兴趣的、啊。没有兴趣，根本就不是我的粉丝嘛。是啊，是吗？之前是。哇，完蛋了。我们是不是不该熟啊？你看一熟起来就变这样子了啊！人呐、啊，都是这样子啦。全职业，你先去看剧情吧。跑酷，好。哪一个？哎、啊，对啊，不是啊，要先把它做喉咙套吗？啊，找到了哎、欸，这个叠高高是谁啊？哦，叠喽，哦，糟了，那里，繁星，繁星，哎、欸，那个先怎样？我先小雪来做轰龙套，那我先带他去打，走。大水母，我真的有的话，死亡次数是两次。我开视讯，没有啦，不可能、啊，因为我现在视讯也没有孔可以插。哈？哎，出了。等我一下，我需要遇到稀有虫，哇，抓不到它。超巨大水母，开号了。超巨大水母，对，飞在天上那种，对，
嘿，我找到了！不要打龙了，接任务了。呀、yeah, ！然后开成功！今天我把金叹号弄掉。啊？什么金叹号？一堆猎人觉得很惊叹，等他接任务。包括集会所的。切错对话？没有啊。我刚刚看我的记录档精华怎么了？等一下哦，为什么这么多惊叹号啊？我是多久没回家？你只要有完成一些主线事件，都会这样子。会啊。嗯。你可以先不用理他啦，因为你最后一次打完的话，还会一直问。像我那时候打完了自由的全部任务跟200等任务，同一个 NPC 会惊叹号两次。啊，对，那是你斩魂玩这次打的之后有点小麻烦。发生什么事？没有啦，看记录。我是想，我要去几号？就是有可能你穿着不动，穿着穿着就死了。哦，去一号吗？没有体验过快死的感觉。轰龙，随便打、啊，随便找、啊，你又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哦、对啊，他没有固定的、哦。你第一次进去都不知道。哪里瘴气吗？瘴气是一号啦。对啊。反正等一下再飞好就好了。普通的是可以这样玩的、啊，可是力战的话，就真的会不知不觉就死去了。哎、欸，那我要玩太刀。哎、欸，那我其实也可以换个斧头看看，不是斧头啊，锤子。你想表示什么？锤子。嗯。没事，我在想。你是在学他，还在思东思思。我在想事情，他刚好经过，是他学我。我在。哦、嗯，好。你干嘛？你现在是不是真的对我的意见越来越多啊？没有，我哪敢？你哪不敢？以前你都不会这样哎、欸。啊？有吗？以前就会了吗？你觉得你以前就有吗？有吗？我以前就会啊，是这样子意思吗？啊？都很乖啊。你现在呢？除了顶嘴还会什么？尊重啊，包容啊。放屁！你现在最会的就是放屁，那么臭。屁！大家就屁看屁。啊。我都还以为你后面要接友善，给1000块还问说要找多少钱的秀秀，对，给500块还说要找多少钱的秀秀。我先回去吃饭了，再见秀秀。我也要。忘记吃了。练太刀喽！哎、欸，谁的广域化、啊？奈斯的。奈斯的。哦，我的。把。广域二。什么？给500块？哦哦。CWT。啊，还是要花500块？哪里久？那哪里久？那一年前呢、欸？那叫久、喔，久、喔，久，很久、欸。哇，这个三宝，红哥是不是走下去了？我、哦、还没。靠！我忘记捡石，没石头。我等一下撞了，快到了。要跑啦！我看这里有、啊，怎么没看到？我来了，撞吧，找不到了。起飞，应该是下面的吧？啊，我忘记改。还有，哎、欸，那是有石头吗？我有了，我下了下了，来玩。耳朵好痒。天啊，厨房那个时候也太久了。什么厨房？有人留言说看厨房那个时候 overbook。哦，你说黄色毛熊猫吗？对耶，
也得异常争夺。是黄色熊猫哎、欸，当时没人要的队友。怎么没有人要？是你们都在霸凌我，你们都故意把我丢到最边边。讲这样啊？怎么？换？哇！哎呦我呀！白痴啊！等一下，我什么都要打，我不要、哦。你味道重啊！但他们应该是要飞走才对啊！他怎么又追过来？因为他们都在追我。好的，在追粉丝或者是啊，你走开！我要倒了，谢谢大家。刚刚我们就消下来了，也没捡哦。顾着骑乘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我直接骑上。我要死掉了！我看到了，是啊。哦，不行，地上那个黑黑的，真的像脏，我天、啊。电了，耶、yeah, ！我下班了，恭喜！这还有龙车的、啊，注意注意！这是什么？龙车啊！这是什么？就是龙冲来冲去叫龙车。哦、oh, ，好。啊，不会不会。那我先离开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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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！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抓！你都知道快死了，还上去？啊、我放开了。不是你，我是你。啊！一包。我来了。刚看到他。Nice， 就只有一包。我刚刚在你们打的时候。很厉害、哦。挖了是吧？就挖了。魔物的份，有可能是你。阿长，拜拜。红包长事件录，早前事件。
想想当时的羞羞，多么的可爱。还有人问说，你怎么那么天然呆天然萌，感觉是个好媳妇。只是三，哦，我有了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啦，讲你好话啦。好哦。你先看还需要什么素材，先看一下。我来看一下。我看一下你要坐哪个位置哦。你身上有没有龙袍珠？应该是没有吧。龙袍。紫色的，看你四个洞或是一个洞有没有。看一下。你可以那个用搜寻的。搜寻？不用搜寻啦，我是要让他搭那个啦，搭猛牛装啊。龙袍。如果他有龙袍的话，可以少两个位置，因为轰龙要三件套啊，猛牛两件套啊。啊，可是猛牛两件套就龙袍二啊。嗯，记得是吧？对啊，猛牛最多只有都吃过一而已啊。看一下哦，镶嵌技能没有，你都没有哦。嗯，对，还是要吃过护士啊，最爱菇类，确定。嗯，干，你没有兽人的耳朵哈，你没兽人猪耳朵啊。兽人猪耳朵，对啊，吃菇二欸，那是什么？在你回来玩之前，前两天结束的任务。太棒了！你各种错过欸，最会错过活动的少女。太棒了！哎，你说这个猴子可以换，为什么我又没办法换？换什么猴子？这个温泉的猴子啊。什么温泉？你说头哦？你有银猴票吗？银猴票去哪看？你是问什么猴子啊？旁边温泉的那个？那是摆饰品啊。你是白痴吗？啊、你是说小屋啊、哦？没事，对不起。你是白痴吗？不是。感觉你是欸。不是。嗯，好，我在攻防，你要不？然后快吃，最好的是快吃手套，手套跟脚，手套跟脚，手套跟脚。嗯。叫他做斗技场吗？你有想打斗技场吗？那是什么？他要死在那边了，我没得救。没办法、啊，只剩下他这样子，只剩下黑带的装备可以做啊。如果说不然就只能舍弃这个吃菇了。哈？不然什么东西？我说不然就是只能舍弃吃菇了。他没吃菇，他会死很惨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你现在习惯吃菇了没？吃菇，吃啊！我问你习惯了没吃啊？习惯了啊。对啊，你看，完蛋了。可是我还是会喝水，因为你。啊，等一下要做的，你先做出两件装备出来。
做哪一个？轰龙的手跟脚。A 还 B， 阿法还贝塔。哎、欸，我竟然没有。手跟脚。脚做阿法。脚做阿法。手做贝塔。做贝塔。不用快吃啊！快吃这两件就已经快吃了，这两件就快吃三了啊！直接穿上去吗？对啊。那再来就是你的头、身体跟裤子，要想办法弄出吃菇。不吃菇也可以啦，你就去做吃菇护食，你看可以吃到几？看一下。因为蒙牛的裤子有吃菇衣。然后蒙牛的头有吃菇一，那我说很可惜的是，就是蒙那个有一个活动的龙族耳朵是吃菇二，对啊，那个还不错。或者是你要去打我们刚刚讲的黑带，黑带任务它是吃菇二加广域化一。我现在是快吃护食二啦，不用那个，你的手跟脚加起来就快吃三了。对，嘿，所以你把你的护食改成看要不要吃菇三，可是他做得出来，我就问他可以做到吃菇几啊，这样才比较好捏啊。我看一下，如果你要当捕食的话，你要去打竞技场。怎么好东西都是手跟脚啊，气死！没办法。最爱菇类，裤子跟头，来，接我来看一下。嗯，怎样啦？找不到是不是？找不到。生产装备护士，看一下在哪里哦、喔。直觉潜入草屋。他叫龙好哦，我还是最爱菇类啊。四菇护食找到了，他在你选下你那个滚轮滚到偏中间，然后再往下，他叫四菇，吃东西那个四，嗜血的嗜。哦，有有有，嘿，你看可以做，可以啊。他做轰，你是让他做哪个轰龙剑？没有啊，我先让他先做出吃菇之后。再考虑做其他的啊，做了，嗯，你看可不可以到二？有到二的话，真的会比较好做。你说最爱菇类吗？对，已经是二啦。不是，你要，因为你现在身上本身有个是装备是吃菇吧？嘿，我是问你，你的护食可不可以升到二？哦、oh, ，对不起。塞林德嘞，就跟你讲这个哈，手跟脚，如果可。